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龙中队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2022赛季的比赛。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B 组的两支队伍，河北顽石对阵陕西四海联城的比赛。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大家好，穿白色短裤的是四海联城的周修费，红色短裤的是巴尔耿。是的，那两个人，一个巴尔耿25岁，年长了周修费2岁，但是在身体数据上啊，周小费180公分的身高比巴尔耿高出来了7公分，183公分的臂展比对手长了1公分。所以这两位今天究竟谁能够为自己的战队先抢下一分啊，抢一拿个开门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下，两个人一上来打的还是比较的谨慎啊。我、哦、这边确实啊，周小费的射程比较远，明显比巴尔耿身形要长。是的，压后手，巴尔耿的拳进去了，后手前摆，这两拳巴尔耿进得很快、啊，射得很快，这边直接举起来，爆杀到地面，对，直接上位压制，直接挤到龙网边，是的，巴尔耿一看，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去打站立的话，的确对手的这个臂展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上来就爆了。对，这边我们看周小费能不能抢到腋下的把位，是把对手给抬起来。这边巴尔耿小心自己的头啊，对，上起超腿给顶膝，拳出来放出来了，周小费起身还很快，是的，防出来做得不错。后手轮摆，直接给扫踢，前手的胳膊是长啊，是。如果他当然能加一些移动和击打的上步啊，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是的，他现在就是向前没有这一步啊，还是比较触对手去抱他，所以他不敢往前走啊。后手摆拳，右手拿起来，练武没事。前摆，这个前摆打得漂亮啊！周小飞这边偷刀，要保护好自己的脖子，是点的，保护好自己的头，这个下巴是扬得比较高，太低了啊！右手拿刀，压进去，对，低着头往里冲啊！本身的后摆腿没有掌握好距离，回一个。小飞在中心位置。我们现在看，又是互相拼拳，又是转身的摆拳，周小费的前手还是有机会的，没错，那就是他怎么样打完之后啊，要增加一些移动，不要站在那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打车结合的进攻。是的，最后的30多秒，前摆给不错，又是个前摆，对，这才轮到对手啊，行刺，这又是左右的轮摆，这边巴尔耿还是比较依靠自己的这种轮摆啊，想要去压进去。是的，周小费绕出来的这个步伐做得还不错，一扫，马上第一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最后10秒，后手，你看，其实就是差这一步啊，就比如说刚刚就特别明显。Round two，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周小费在这回合的确自己在进攻端要提速了啊，尤其是自己的前手，还应该多去打一打。对，可以多一些把对手顶出去的这种远距离的进攻。是，就不能让巴尔耿进得太轻松啊。而且这个低扫做得也不错，第一回合可以继续有。是的，对，一个漂亮。对，巴尔耿现在这一步上得特别快啊。两个人还是在找机会，而周小费这边还时不时的会换个架，这前排打得不错，对，就看巴尔耿这样什么时候压进去，是的，果然又来，对，双手搭扣了，对，周小费啊，刚才是顶到龙网边没有站稳，直接被对手顺势给抱了下来，是，现在单手撑地，超腿，压下去了，我们看，去
拉对手的膝窝。这边巴尔根如果把身体重量都坐在周小飞身上的话，周小飞单手支撑啊应该撑不了多久。是的，现在已经着地了。那另外一条腿去圈对手，这边差一点拿到裸脚的位置。是的，不要抓背。好在周小飞现在是侧身位啊，顶住了龙王的底角。这边要往集成位去走，有机会给锤击。对，这边有很好的锤击位置，控制住一个手臂，锤击来了，有机会能多打几拳啊。靠龙的血，靠龙的血，两条腿勾进来。看看手有没有能拿裸脚的位置，对，可以继续去打击。对，这个位置可能周小飞啊很难逃出来。非常好，腿高，勾进来，裸脚有没有？手进来了，这个位置给的不错。这边脱开了，脱开，继续给锤击。刚才那个扣啊，第二只手搭的不是很牢，没错，但是可以继续去砸。连续的锤击来了，要打的是中枪，反正在。连续的锤击，估计再给个几拳，可能就被打 TKO 了。啊，朱小飞依旧很顽强啊！赵丹老师还在看，还在给他机会，要做动作啊！这边最后再不知道的话，估计就结束了。果然是这样，我们看到在这个朱小飞啊进入到地面之后，原本还在有力的挣扎，但是后来随着巴尔根连续的地面锤击啊，就让这个朱小飞啊无力招架。是的。裸脚没有拿到之后啊，但是在打得很好，稍微不错，确实威力更大。对，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龙中队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2022赛季 B 组的比赛啊，目前是河北顽石对阵陕西四海联城。我是评论宇晨，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哎，大家好，这场比赛周坤对阵努尔杰克提，确实努尔杰克提要比对手小一号啊。是的，这是两个银量级的运动员啊！哦，连续的双方换拳，是的，漂亮的前刺，打法比较顽强。后手啊，直击面门啊！这边直接要爆，从维度上确实周坤撤胯很快，在龙网边半腿，拧转过来。周坤以往来看的话，这缠斗的力量很足啊。是的。所以来看一下努尔杰克提能否摔倒周坤。目前两个人还是在各抢腋下，然后要去穿对手，看来给了一拳出来。第一个拳打直拳，打直线拳。对，闪动漂亮，再来换拳。对，努尔杰克提刚刚也是给了一个后摆。
职业战绩两个人都差不多，诺尔杰克提是9战5胜4负，周坤是4胜2负，漂亮，后手再打中，周坤。这场比赛周坤没有想要进地面，对，一直在跟对手拼战力。这是我们 B 组的一场比赛啊，河北顽石对阵了四海联城，然后他们之间的胜者呢将和我们 B 组的另外两支队伍山西新度和广东东山拓武的胜者，山西新度这边进入半决赛，一个冲爆之后啊，直接把周坤给摔倒了，对，让看能不能拿住啊，单手撑地，是拿背啊，这边腿勾进不去，是继续压对手往龙往边压，周坤这边迅速的起身，对，确实这个不太好摔，没错，明显看着人高马大一点啊，继续拿背，漂亮，这边这个继续压对手到侧身位，但始终啊就是能够跪起来，这边抓了个木村的把位，能否锁到，差一点，可惜啊没有抓住啊，是手腕推上去了，不要乱！可见两个人刚才的注意力都非常的集中啊。往前面顶，基辅先手摆拳。目前继续回到站立的状态，诺尔杰克提还是要往自己的左侧，就是周坤的右侧来绕啊，就是绕出这身后没有空间的被蚕食的局面。位置往里近一点，他没有拳。压着进去。可以摔，可以摔，别嚣张你，可以摔。继续往前压，还有10秒，来个中，周坤今天这个拳打得好像蛮有信心的样子啊，顶膝漂亮，两个人互相拼腿，又是要抱，但是，Ready, fight, round two。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来看看这回合这努尔杰克提，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把自己的步伐再往上顶一顶啊，就是不能老是让周坤持续的这样压自己，然后没处可压了，然后自己再往一侧去转去绕，往我们这边绕，往这边绕，其实不着急啊，你看步伐绕出来之后，然后再等对手，不要等，投一拳，哎，这边漂亮，打中，哎，这边吸，是犯规的，是的，这是一个犯规动作，哎，这样的话，这回合对诺尔杰克提就有点不利了，扣一分，那这回合，坤儿啊，刚才你要紧一点了，现在周坤啊，不要再松了啊，没事，别唠了。诺尔杰克提来讲，这回合就已经是9-10了。不要急，不要急啊，还这么打，还这么打。也是错过了去连续进攻，被击晕对手的这个好机会啊。是的，对，但是刚才那一拳打的的确非常的准啊。周坤现在不着急啊，就是感觉是满场追着诺尔杰克提打。帅，漂亮。看看能不能压住周坤，反倒是被对手在这一回合连摔了2个，对，顶起来，诺尔杰克提这个打摔结合做得还不错，是的，又是一个后摆打到，不拼，走，晃眼再打，周坤今天的这个后手啊感觉力道也不小，这边硬吃了对手一腿之后啊，直接再抱摔，是的，起来之后投一个后手给前刺，就周坤现在的后手的这个力道穿透性还是打得比较好啊，他虽然不像努尔杰克提就后手拳卯足了劲打，但是给出来的效果也还不错，又是一个前手点到扫踢之后又起身打下前抱摔之后看看，但摩尔杰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他能把他就想是周坤给摔倒的问题是他控制并没有能够控制住他，这也是让人头疼的一个事儿，确实力量差距比较大，没错，毕竟不是一个级别的，对，击鼓击头，哇，感觉周坤有机会去终结比赛，没错，前头顶膝漂亮，这边顶膝再顶2个3个无尽的联系啊，
最后十秒钟，第二回合即将结束。哎，最后这一拳啊，要听到口令啊。Final round。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那如果说努尔杰克提想要赢下这场比赛的话，的确啊，这回合就要有压倒性，或者直接将比赛给终止。不要等，往这边来，往这边来，不要往这边去，往这边来。往前队绕，往前队方向绕。周坤还是拿自己的步伐往上压，又是下潜抱摔。手拿起来，手拿起来。打了一个后手，连续的进攻，连续的追击，是双方互相换拳，没错。这边直接打倒，我们看击腹之后一拳打倒。对，努尔杰克提连续的锤击，还在连续的反抗，这边顶击，打下，这边又打倒了，连续的锤击来了。我们看周坤有没有机会终结比赛，在这个位置，对，到极上，连续的锤击，可能要打 TKO 了。果然，最后周坤啊，第一回合是收着打，后面开始慢慢的把自己进攻火力放出来了。第三回合是彻底撒开了，对，到之后就是疯狂进攻啊。对，一个后摆的击腹接一个前手的摆拳，直接将对手打倒。然后努尔杰克提依旧非常的顽强啊，但是第二次被打倒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周坤又乘势拿了一个骑乘的位置，连续的锤击直接终止了比赛。是，周坤确实后面状态越打越好啊，也是帮助四海联城扳回了一分，恭喜。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三局54秒时，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龙中队2022赛季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 B 组的一场比赛。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宇晨，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欢迎。哎，大家好，李洪基对阵阿里别克的比赛。两个人一上来打的还是比较谨慎一点啊，以试探为主啊，也是应该的，因为双方现在大比分就1-1嘛。同一起跑线，看看谁能够更快的抢下第二分。对，河北顽石对阵四海联城俱乐部，在 B 组目前是山西新都武术已经战胜了中山拓武，拿到了4强的一个名额。这边直接打倒，我们看，漂亮啊！刚才在这个阿里别克冲上来的时候，李洪基后退当中有一个后手的迎击。迎击之后的话，直接把对手打倒，然后连续补了2-3拳啊，直接被金老师直接给叫停了。对，这一拳来的真是快啊，对，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原本我以为这个叫停会比较早啊，但是
这场比赛真的是太快了，快到我刚刚下台之后只是解开了西装扣子，刚还没有喝一口水，比赛就已经结束了。这是一场闪电战，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48秒10，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女子草量级的比赛啊。对，这边一上来杨雪云就攻得很凶啊。是的，石明挡住了对手的第一次扑摔。这场比赛石明和杨雪云直接后手，但杨雪云直接下前要做单腿的抱摔。是的，石明目前自己的身体中心控制的还不错啊。这场比赛杨雪云如果获胜，四海联城拿到赛点，石明获胜，两个战队重回同一起跑线。啊，杨雪云力量挺大呀，石明一直是抱着战队想要保持平衡，但是连续被举起来了两次。对，慢慢起来，我都顶龙往边，一个肘击给的不错，不要打缠斗，不要打缠斗啊！前刺继续打出去。石明的拳感觉自信心比之前的比赛又上来了啊！石明要多一些头部的移动。是的，石明的前手前肩打得不错啊！压进去了，有一个后手，对，推紧，挨着对手拳头往里冲。现在杨雪云抢了一个双腋下的把位。是的，石明看能不能把自己的手穿进去。好的，腋下抄上来了，对手转过来，两个人在龙边抢位置。推住对手的腿，现在双方是互抢了一个腋下啊，做拧转，把对手顶在龙网边。两位女将现在进入到龙网边角力的过程，放松，打好扣，放松，推开，推开，推开。这个位置看看谁能够先拿到一个比较优势的位置啊！放松，放松，右脚可以定心了，也有，咱们也有啊。这边我们看能不能，对，石明其实不用跟对手这样角力啊，抽手出来。对，把对手给推开。杨雪云这边是蒙着头就要冲进去要摔，还是要往前去顶对手啊？哎，这边有机会摔一个，摔一个，漂亮！推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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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转。看看能不能拿一个袈裟固出来啊？但是石明现在身体已经转过来了，这边在一个夹紧的位置。是。头能不能抽出来？抽出来，可以打一打对手啊！杨雪云现在在一个，是的，石明要对往前去走一走，漂亮！石明投出来了，对，现在在对手后背的位置，可以拿背，有机会锤击，对，就不要太着急啊，这个位置看看能不能给对手一些个打击。对杨雪云来讲，这个位置就有一点点尴尬了。不要急，不要急，把他对。左手锤击，进入半防，左手可以砸，全部对手的左手砸，左手砸，一条腿，左手砸击。你看石明这边能不能把手穿过去？冲出来，起身了，到起身位，漂亮，尽可能消耗一下，在下位的杨雪云。对，杨雪云现在起桥之后，身体往一侧来转，但石明压得比较死啊，现在。这边想要做美式接触，但是没有锁到。那锤击的空间有了。好的，不错，这几拳给的不错，就是起桥转身过来，直接要转过来了。是，石明有机会去搭一个身体三角啊，两腿勾拳，两腿勾拳。现在就是杨雪云的手啊，有一只手还挡在石明完全去拿背的这个线路上面。是的，右手抱住的，左手搭在膝盖。对，哦，这段时间对杨雪云来讲有点困难，这个位置可以打头。对，挨了好几下，终于把手给拿回来，但是。现在又到了很危险的位置，是，做一个折颈有没有？不太好拿，因为手没有撑下去啊。还有最后的十秒，杨雪云应该能撑过这十秒到第二回合，继续的给锤击。好的，双方第一。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对，我觉得石明在战力当中是有优势的，没错，没有必要去跟对手打长时间的缠斗。对，而且今天目前看来前手拳打得不错啊，臂展还有四公分的优势，杨雪英还是要往上去贴啊。对，这边，喂，这边顶膝是违规的。出，别着急，别着急，推，对，对于石明来说，没有必要太过于跟对手去纠缠，推开了，打自己的拳，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哎，给一个扫踢，不错。对，扫踢接一个前摆。对，逼他，对，晃他，自己放松。两人还是在找一点距离，石明还是用脚步上去压对手。张龙心，只打两个。一二一二，前压互给扫踢。这边我们看杨雪莹也没有急着往里去冲，是的，要调整一下比赛的节奏。对，因为对他来说，往里冲的这个过程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很容易挨到石明的迎击。右手拿杆。又是一个前手，走，他步伐已经乱了。来，雪莹，再来一个。有前摆打到。对，还有拉倒，对，就这样。我们看杨雪莹啊，应该还是像第一回合一样坚决一些。是的，如果跟对手比拼站立的技术的话，肯定是不占优的。所以对他来说，就是单纯的打这样的单击应该是不够的，还是往右贴进来了。感觉杨雪莹啊，就是他的战术就是。挨对手两拳，对手贴进来了，然后我再贴上对手。是的，投到一拳，对，继续保持距离，一拳两拳，最多三拳，然后进去之后马上出来，又是一个后手，抱腿了。对，杨雪莹啊，继续往前去拱，是。这个后撤压胯做得不错，然后把重量往对手的身上去压。对，哎，这边，让屁股转就给他放好，第一点，抢腋下。转出来，对，抢腋下，对，转，抢腋下，走，膝盖顶顶大腿啊，顶顶肚子都可以啊，行啊，行，放松调整呼吸，哎，这拳给的不错，然后拉出来，继续跟对手来打站立。杨雪莹现在是，如果下潜抱摔的话，就下潜的过程啊，就下潜的速度又有点慢，容易遭到对手的迎击，给腿，前直打完就撤。最后的十秒钟，第二回合又是一个后手给上去了。哦，转身后摆摆腿，时间已经到了，第二回合。Final round.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对，石明看来还是上来要跟对手去打一打拳啊，步伐继续压制，又是一个前刺，这个正蹬。对，石明现在的进攻虽然不多啊，但是两人对峙之后，石明给的这一拳还是给的很准的，就是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给的不错，又是往里进，没有抓住对手，石明还是退。对，他现在这个快进快出打得很明白啊，他是在控制距离，毕竟对手这个战力水平有限啊。没错，他不愿意跟对手在缠斗有过多的纠缠。这应该也是他的教练组给他的刻意的安排啊，就与其跟对手在龙网边啊，就那样的去做一个抢一下之后的这种脚力啊，还不如这样放开了去找机会打，还是一步一步上前蚕食对手身后的距离，然后这个时候杨雪莹只能往自己的两侧来绕，就绕出这个距离，下潜抱摔。这边石明压胯压得很好，是，他把头摁在了地上。高扫。行啊，往龙边推一推啊。还是挨了后手，打很准。打勾拳，不要打勾拳，坚决一点，打勾拳。正在找机会，晃他假动作，晃他，对。现在如果说这样去打的话，那杨雪莹的拳出的就略显少了。哎，漂亮！这一下还好被杨雪莹得挡了一下，对，不然的话就悬了。好，前面腿，
边腿有。陈道很冷静啊，就是对手一冲上来之后，先想办法把这个力给卸掉。这周旋完了之后过来，就是快出的时候会再给一个自己的进攻。那继续用步伐去压对手，比赛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刘勇是一个前手打到。来一个雪阳，再来一个。史明今天的这个前手的单击啊，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好啊。这边姚明再抱，就是推开，哎，林总又给一腿，那雪云的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的。是的，你刚才用什么打我了？跟刚才的那一波下潜抱摔的进攻结果如出一辙啊。打一个后手之后，还是要往里进。你敢做雪阳这动作真的有，你敢做，他吃你拳。现在杨雪莹的这一招就是，这石明经历过两次之后啊，大概已经摸清路数了。最后十秒钟。哎，这是石明要爆，拳一个断头。哎呦，直接坐下来。对，这个断头应该时间不够啊，没有锁到。哎，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没有锁到。是的。没有时间了，很棒很棒。那比赛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啊，石明还是凭借更加老练的技术和技战术的能力，对，很好的控制住了杨雪莹。今天虽然没有打太多的组合啊，但是在拳法上的单击拳的线路，尤其是自己的前手拳呀，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好。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接下来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胡一西拜对阵冯鹏潮的比赛，这也是武林龙中队2022赛季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 B 组的一场比赛。我是评论宇晨，在我身边的是郑文琪老师，欢迎。哎，我们这边看到冯鹏潮啊，是直接降到了61公斤，是之前的话他打过66，还打过70，但是体型多变啊。是的，这边我们看胡一西拜抱腿，但是冯鹏潮啊，对，冯鹏潮抱腿，但胡一西拜这个做防摔的能力啊很强，对，这也是冯鹏潮一贯的作风啊，就抱腿这事儿特别执着，一旦抱了就不撒手。对，我觉得胡一西拜不用特别的惊慌，应该是可以去打一下对手，击打一下对手，来干扰一下。好，这边好的，直接摔倒，把对手压倒在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右手去抱腰，看看左手是要往上冲还是怎样。这边推对手的脸，胡一西拜抽腿出来。嗯，是没有想到冯鹏潮这次降重啊，我还挺担心就是他体能问题啊，但第一回合就上来这个冲劲十足啊。是，这边又是抱了腰，可能还能把对手给带倒。胡西班赶紧回到龙网边去找一下自己的平衡。是的，不就是拉起下压。对，我们看胡西班还想办法自己的一只手要抄把对手的腋下，没错，把对手稍微往上提一提，拉一拉。对，冯鹏潮就是在抱摔和抱腿这个事上的这个执着也是出了名的。这边继续要摔，是我们看回西班这边有一只手已经穿到了对手的这个把位里边。再次折倒，折倒。继续估计是要往侧身位来压。好的，继续起身。是的，冯鹏潮目前是把对手带入到地面，但是还没有太有效的能够压制住对手啊。顶膝漂亮，再顶膝继续给，后手摆到，打头有，打头有，打头有，后手有，后手有。经过一轮连续的这个扑摔之后啊，应该冯鹏潮也需要再歇一会儿啊。打战力，打战力，放弃了继续抱摔的这个策略啊，要后手前手，后手前手。放松放松。哎，这边胡一西拜想要去抱，是冯鹏潮臂展上175公分的优势。
绕出来，绕出来，我就打一打。彭鹏潮，我个人觉得后手前手，他想摔，他想摔，他不是想打你。后手前手，就是整个的进攻节奏略显匆忙。不要急，不要急，呼吸调整一下，呼吸调整一下。哎，呼吸快，抱摔，手推地，手推地，手推地，下潜握得很好啊。是，出手突入后手的时候直接下潜。对，看看胡一西拜这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啊，就是目前把对手带入到地面之后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头往前顶，这边我们看冯木潮是拿着一个木村的把位，没错，但是胡一西拜把手抽出来了，后面都顶起身起来了，双方啊力量都很大，都压不住。是的，哦，转身的后摆，又是抱腿前顶，看看能不能压住对手啊。这个抱摔能力是很强，是抓着对手的小腿也把对手给拽下来。对，今天还挺吃这一招。这边又是双手搭扣抱住了对手的胯，是拿背了。但是这个拿背目前威胁不是太大，一个高胸，一个高胸，膝撞，膝撞，可以膝撞。这边还是在控制对手的手臂，膝盖转身过来，手穿进来抢腋下往上提顶膝，漂亮。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您觉得怎么样，陈老师？哇，这一回合的话很接近啊。期待龙边注意不要抓龙网，就再抓要扣分了啊。后退 ，Ready Fight Round Two。比赛开始之前，陈宁也是提醒了一下胡一西拜啊，就是在龙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再去抓龙网，不然就要给扣分了。因为这个分指手套啊，就运动员只能够在龙网边的时候用手掌去推龙网。对，给个低扫，不错啊。冯木潮从第一回合开始的这几次低扫啊都是很重。是的，又是给一个后手顶进去，往下抱摔，这个位置很深，是抱双腿，直接把对手给摔倒，是，而且有一个体位上面的优势，现在在半防当中，给锤击，哎，摔下去之后，冯木潮就喜欢拿对手的木村，对，他冯木潮特别喜欢，就是用自己的这个力量，想要掰一些位置出来，果然，你看把对手给翻过来了，突然发力啊。虽然冯木潮这趟是减重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的爆发力比以前有所提升。这是大级别减下来，在这个力量上会有一些优势。是，但是现在我们看胡一西拜已经连续两次摔倒对手，而且到了齐撑位。齐撑位，有危险！我还是要翻，哎呀，翻过来，喂！胡一西拜拿背啊，有点着急，直接被冯木潮反压制了回来，而且现在是过掉了一条腿。对。这边看能不能有机会搭一个反向的三角啊，腿已经被冯木潮，哎，这边你看有机会拿挂三角，但是胡一西拜并没有做这个动作，还是急于往外逃啊，胡一西拜的策略，对，推头把对手给招起来，冯木潮又粘上来了，继续要抱腰，胡一西拜这边要超腋下，对手往上拉，分开了，他没劲了啊！对，冯梦潮，个人觉得不用着急啊，五公分的臂展优势，上手漂亮，又是一个前手，对，后手，卡斯卡，卡斯卡，他没劲了，再抱，又是下前抱摔，很深，抱单腿转，对，转的过程当中，冯梦潮还会给两拳把对手给打松，对，冯梦潮也是加强了一些防摔，之前可能没想到对手会摔他，是的。对，冯木潮现在是且退且打，没劲了，步伐上虽然退了，但是进攻输出并没有减少。再又是下潜抱，两个人今天又可以把对手拉倒。对，哇，再说起来这个质量很高啊！两个人今天都是特别的执着啊，就是脚力不成马上分开，分开不成马上下潜抱摔。这一回合，胡一西拜有三次摔倒对手的记录。在侧身位，胡西拜现在可以控一下节奏。对，双方这一回合啊，还是打得很快。对，可以压一压对手啊。
身侧来转拿背腿勾进去了，进一个，这边可以先打一打，对，给锤击了，哎，然后去翻，直接到了齐衬，对，翻身再翻，哎，又翻出来了，跟上一次翻出来那个如出一辙啊！洪梦超真是能够转啊，是，头去顶，头去顶，这个拧转的能力，拧转能力好，是，拧转太强了，嗯，这胡一西败有点无奈啊，对，锤他，锤他，锤他。原来我们看继续要往前去走，是，我觉得还是保持在战力当中，回西败是有优势的，嗯，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去跟对手在地面上消耗太多，是的，吉福在后手，对，他今天这个后手打的还是不错啊，互给，互给扫踢，这边要爆，再次被挡住，嗯，再换成单腿，对，再爆单腿，拉了对手的胯，没有摔倒。再次出来，哇！冯梦超实在太努力了。是的，就是他的这个下潜抱摔，就是尤其是抱单腿的这个抱摔方式啊，就是让我有时候都觉得会有一点点偏执的感觉，对，有点自杀式的、嗯、去进攻啊。Final round。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的比赛啊，就是因为前两回合打得比较焦灼，腿换后手给扫踢，对，冯梦超的扫踢还是比较有效的，对，哎，这一下漂亮，差点已经把对手的重心给踢走了，是，哎，接着踢啊，对，拳一晃接着上自己的后腿的扫踢，胡一西败这边你的后手拳还是要打一打有效啊，漂亮，一个连击，又给一个再抱，哎，应该继续踢腿啊，对，胡一西败选择先抱，腿打开，胡一西败现在需要一个抱摔让自己的腿来歇一歇，是，好的，漂亮，抱摔成功率上面胡一西败几乎是就每次都能中、嗯、就仅有一次被对手防住了，是，所以在抱摔上我个人觉得胡一西败的成功率啊包括效果要比冯梦超好一些，是的，冯梦超主要还是以抱单腿为主，胡一西败现在前压，冯梦超没有选择带封闭，没有关前顶，嗯，找机会给锤击，现在这个胡一西败压住之后也没有太多的进攻动作，嗯，好，借助身后龙网的力量，看看冯梦超再往后凑一步能不能站起来，往侧身来转，嗯，蝴蝶钩搭进来了，蹬大腿，嗯，右切腿过来进半封闭，又是一拳，对，这边可以打一打，嗯，马飞跳龙王起身，现在对于冯梦超来说他应该抓紧时间起来，哎，又是要撞木头，对，这边有机会，有可能，有可能，这边还在掰，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是的，摄像机这边也是有龙网啊，看不太清，对，因为身后有龙网，这个空间，对，把这个直接掰过来了，哇，这个位置还有，还有，还没有，还没有拍吗？哇，天哪，哎，我感觉应该扯外了。哇，胡一西败啊，胡一西败这么能够坚持吗？对啊，这刚才那个角度真的是让我看来有点恐怖了啊，是控制控制不好，现在是压在了身下稍好一些，是的，用身体压，哦，但这边还在掰，哎，出来，有可能要出来，有可能要站出来，我们要继续转身体啊，现在回到了封闭防守当中，不好做了，哎，松掉了，哇，这个我们打进去了，进去了，直接就被对手带倒。对，像这个胡一西败这个抱摔并不是特别，嗯，做得特别好，对，也不快也不行。哎，要做木村吗？对，手抽出来了。漂亮，快站起来！刚才那个木村真的是冯梦超做的费劲，然后胡一西败防的费劲。对，这边站起来，这个抱摔做的不错。抱摔没人停。胡一西败继续顶住对手，但是他现在估计把冯梦超往地面拉也是有点困难，有点难啊。推起腿，保持住自己的身体重心，比赛还最后的十多秒钟了，是，
抓了，我们在顶对手最后十秒钟了，双方应该会已经把位结束了。对，一边绕，不要吹鸟，吹鸟。锤打，对，压住对手吧，身体重心，起来球啊！好，双方三回合的比赛结束。哎呀，这回合真的是精彩啊，尤其是那个木村啊，我个人觉得。啊，从我这儿觉得那个，我从现场和就是我们监视器里面看的那个木村真的是做成了，而且角度已经掰得不错了，一个掰得精彩，但是一个防得精彩，有点匪夷所思了。看看主裁是不是要扣掉他一分啊？这个手抓龙网，因为已经是提醒了大概三四次。四次，好的，那看来。因为第三回合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啊，所以陈宁是没有去打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两个人第三回合整体的攻防还是做得不错啊，就是持续的有爆摔，然后持续的有压制。对，在第三回合陈宁还是扣掉了胡一西败一分，因为在比赛当中多次的抓龙网，我们来期待一下最终的比分就有悬念了，成绩和比分究竟是多少。下面宣布比赛结果，第三局蓝方因抓龙网扣一分，一号裁判员29-27，二号裁判员29-27，三号裁判员29-27，比赛结果红方胜。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龙中队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2022赛季的比赛，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保险博听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宇晨，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欢迎。一上来陈静就猛攻，连续不停的抡摆，还有一个转身边拳，是刚才是个击腹给一腿，一上来想给初出茅庐的陈家庆一个下马威啊。是的，对，低扫重啊，然后又是一个前摆打到，目前看起来陈家庆这边，好，护持是不是打掉？但是刚才我们看陈家庆，这边还是咬紧的牙关，硬是没有倒。是的，不要乱。进入到比赛当中，给一个前手，给一个后手，互相还在拼拳。这边陈静率先抱摔，漂亮。这拼的真是凶啊！作为陈静来讲，肯定是要想赢下这一局嘛，因为。目前来讲河北顽石是他们的赛点了，如果拿下这个大分就晋级半决赛了。一上来的确啊，陈静拼的是比较凶，然后现在看看就是把比赛带入到地面之后啊，在地面能不能给陈家俊带来更多的战损。我们看现在是始终只能控制住啊，还没有太多击打的机会。是，接龙王起来了，陈家庆起来，这力量挺足啊。对，顶住，漂亮，回一个，继续顶住，想要反摔，这边打扣，抱起来了，漂亮。这个下打给的不错，马上去拉对方的手，破坏支撑，继续往上去顶。对，陈静想要趁龙王站起来，给一个锤击之后推头，对，推头起身，漂亮。这边有机会了，行，应该再砸几下，然后想办法把腿勾勾进去。对，有点略显着急啊。对，陈静想要反摔，但是始终对手的这个压制啊，让他很难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给提起来，是的，这样也就摔不倒对手。这边要直接做裸脚，但是锁在了下巴上。下巴上，这个位置很难受，对于陈静来说。对，有点折旧的意思。直接拿背了，再进入到地面。陈静直接转身过来。下位的陈家庆啊，他这个拿背腿勾没有勾好。是的，结果直接转成了一个封闭防守。
这边对手带出来，重新调整一下，把对手啊拉离龙网。换防。现在对于下位的选手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先回到防守，是的，好手臂的把位，这样抱着对手的话是很难去移动的。对，又是往另一个侧来切，给一拳。陈嘉庆这边已经在下位被压了很长时间了。第一回合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还有十几秒钟。对，打肋部在上位要给一部分进攻输出啊。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好的，双方第二回合，作为陈嘉庆来讲，要珍惜一下能打站立的时间啊。也要看一下这个陈静会不会一直去摔他。是的。这边，谢打起退，给个低扫，漂亮，能够限制一下对手啊。哎，往里冲，哎，这拳投的不错。就果然下来抱摔了。腿，但是我们看这边单抱住单腿啊，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把对手给压倒。是的。漂亮，抄手抱腰，推头靠轮子起，这边要把对手往自己下面去推，推像脱裤子一样，推头，否则的话抽腿，把自己想要把自己给提起来是很难的。是的，要先扫清障碍啊。又到了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会是程俊更加喜欢一点的位置啊，就是我即便不能够怎样，还是能够压制到你。对，这边慢慢借助龙王起身，哎，背拿背了。这个位置我们看，先捶几下，是不要着急。陈嘉庆去拿背了，陈俊现在也赶快转身过来，全对手头，对手的超腋下，想要抱双腿打扣。两人身高差不多，好的，这边直接摔倒，然后上顶去压对手。大家看这边陈静逃这个动作啊，就是在推对手的头，是的，推头，然后把自己的胯撤出来。做什么的推？推他，推。对，现在圈对手的脖颈没有用啊，把对手往下推，这样你才能够有机会站起来啊。漂亮，这个位置有机会了，看能不能绕到背后，压住背后，是。还是没有腿勾的位置啊，所以导致陈静直接起身了。这边，陈静还想办法绕到对手的正面。是的，面对面跟对手。好的，再次把对手给压倒。这段时间陈静也消耗了不少的体能啊，疲于应战啊。哎，陈静要小心被对手起身啊。是。哇，果然。啊，起桥之后过来，哎，两个腿都搭进去了，身体三角。这次又被对手转过来了，又转过来了，同样的情况，对，复制粘贴。那个拿背之后啊，腿勾不是很紧，没错，看起来是陈嘉庆技术方面的一个缺失瑕疵，对，缺失部分。把他腿都直接找三膝盖，然后又是到封闭，现在又要转，看这条腿能塞进去。没有，他没劲了啊。对，陈静现在的这个位置可以打一打对手的肋部，又开始去压对手。一边一样，撤腿。这边，哎，好的，再次有起身的机会。是的，这边陈静把对手腿给掀起来，再次来到了压制位。压制位，继续去压对手。他现在就是程静，现在是持续的压对手啊。陈嘉庆这边是有一条腿叠了进来，给了一个蝴蝶钩，但是单单以这样的一个蝴蝶钩，目前情况他并不能够把对手给弹开，所以他在下位的劣势也就略显明显一些。对，打肋部，最后的十秒。哎，又是一个锤击，漂亮！刚才有个肘击，对手腹部的进攻，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郑老师您怎么看？两人的话，我们看这个陈嘉庆啊，还是两回合同样的情况。Final round。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那这回合陈嘉庆要后程发力了啊，给扫踢，不错。要做好对手的防摔啊。哎，这边这个重责很重啊。嗯。这个高扫。哦，又是退换拳。曾经感觉这两下重扫挨得不轻。是的。就是陈嘉庆还是在扫踢上有一定的力度的，但是他现在起扫踢还是要更加小心一些，因为这边一起腿，然后陈军的抱摔可能就来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陈嘉庆可能需要终结对手才有机会扳回这场比赛。是的，前两回合应该是陈军有一些优势。好的，后手手漂亮。手不要掉，手不要掉，不罚压制，对，给扫踢。然后前上步之后，再出一个，先打先打。哎，中扫。不给他，不给他。好的，哎，果然。抱摔动作非常明显，没错，但是陈嘉庆还是被对手抱到了。对。哎，真的挺吃啊！不过现在，哎，拉开之后又是来到中间了，举起来把自己的胯撤出来，撤出来。对，这边时候应该推对手的头，对，把对手头摁下去，抱到腹部。对，你要把对手给抄起来，把对手给推出去啊！推他头，推他头。陈进现在还是非常执着，就是抱单腿，然后半腿破坏对手的重心，对手往前给顶，再往前推一推啊！如果这么个玩法的话，要把对手给顶到龙网上去顶他。对，这边可以锤击，对，继续去顶对手，前顶，你看这边去拿对手的脖子，但是这个位置做降服的话并不容易啊，对，不大好做啊，又手，有的这边有罗脚，差一点，这被对手直接给转过来了，没有直接转到后背啊，对，这样去锁还是有点困难，是，刚刚这个动作有点小鹰和嘴炮的意思啊，好，直接分开了。陈嘉庆啊，要赶紧追击啊！时间不多了，还有一分多钟，一分多钟的时间。陈静非常累了，对，陈静非常累。继续，继续，快来！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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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手，对，打下来，继续。记得在后手和顶击找时机，对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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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手，赶快起来啊！一分钟，对啊，你要么在这个位置就赶紧锤对手，要不然就把他放起来，接着打站立。对，对，不然时间如果这样被程进生生给耗完的话，那这场比赛陈嘉庆就危险了啊，就悬了。对，哎呀，看得有点着急啊。对的。对，你要在这个位置就给进攻输出。拿背，快拿背！这挂挂腿根儿就无所谓了，其实。拿背，拿背！找累啊！拿多久？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没有锁到。最后的不到二十秒，可惜了，又转过来了。哎呀！第三次了啊！复制粘贴第三次了。肚子，张子，打肚子！哇，这罚呀，接近到了上面啊！再压几秒钟，比赛就要打死了！哎，进了！其实，陈嘉庆在最后的这点时间，可能也是因为自己体能的问题，因为俩人都不行了。大家看，程进现在也是累得不行了，就最后给的这个裸脚啊，就这个把位拿的倒是很好，但是。就比赛就这样，到第三回合没有体能的时候，你做不成，一切就都等于零。对，而且在地面的话，是给对手有更多防守和喘息的机会。是的，其实在战力当中，刚才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是的，我们说打到三分多钟的时候啊，
就是在站立过程当中，陈嘉庆的这一波进攻输出的逻辑很好，而且打的效果也是不错啊。嗯，但只是没有持续进攻下去，没有持续到啊，有点可惜，尤其是第三回合。哎，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最终结果吧，看看谁能够再拿一分。究竟是能够打成4-2，让河北顽石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是双方打成3-3平？累得龙子都爬不上去了。对，就怕何必勉强呢？对，就是哎。今天这两位小将，谁可以为俱乐部抢下这关键的一分呢？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大家好，这里是2022赛季武林龙中队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在 B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这也是河北顽石俱乐部对阵四海联城俱乐部的一场比赛。我是评论员雨晨，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欢迎。哎，大家好，埃贾克和杨飞之间的对决，事关个人荣誉，双方有过一次较量，是的，二番战。对，埃贾克是赢下了双方第一次的比赛。哎，杨飞直接爆，哦，漂亮！这边下潜的很快，对，能这样摔埃贾克不容易啊，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埃贾克，哦。在下位的进攻也很犀利啊，是的，连续的锤击已经给上来了。埃贾克在臂展上是有9公分的优势啊，180公分的臂展，杨飞171公分。看杨飞这边在半防的位置直起身体，就是想要做砸击。是的，来找机会啊。对，埃贾克超腿，是小心埃贾克这边锁腿啊，杨飞。还是感觉到了就是对手的这个意图，直接把他腿给掰开了。哦，这边反过来小心三角。啊，身体直起来应该问题不大。是，去够对手的头，往下坐下拉。来这个位置，埃贾克还是要出头。对，这边有机会过腿。是的。杨飞啊，刚才有点着急，直接被对手翻了过来。对，毕竟要做三角的话，两个手臂都已经出来之后，不就好做了。对，我们来看一下埃贾克在上位怎么样表现。是的，埃贾克在上位的压制能力还是不错的，一个蝴蝶钩，然后踩胯，有没有机会把对手给蹬开？蹬开，是的。埃贾克主要现在两个手藏的这个位置非常好啊，在。对手的后腰的位置，这可以及时的破坏对手的重心，可以把对手往自己的内踝来拉，又是往上挂腿，没有成功。杨飞一直想要做一些下位的降服的尝试，是这个很困难。对，又是一拳，对，推对手的头，加上蹬胯，可能把对手给蹬开。对，埃贾克这个手的位置藏得特别的贼啊，就是始终有一只手是放在杨飞的后腰或者说后背的这个位置，就是抽出来一只手，另一只手就顶进去。继续给锤击。对，杨飞现在往后做虾行，看看能不能去借一借龙网的力量啊。对，继续下压。我们看这边裁判对双方在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容忍的。是的，手肘之地继续往后走，想要逃出来应该是比较困难，就是这样的压制方式也是埃贾克在以往比赛当中比较惯用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在地面压制能力比较强的运动员。30秒钟侧身位，杨飞看起身，哎，把对手给顶倒。
这边要做断头，断头，好像有点深，腿搭上来了，好像锁在了对手的这个下巴的位置出来了。给一拳下砸，哎，杨飞啊，没有控制位置，直接要砸，结果现在又有可能被对手反摔。是的，艾扎克起身顶住杨飞，拿出来漂亮。继续的在肋部给锤击，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郑老师你怎么看？这回合的话，基本还是埃加克控制住了局势。Ready, fight, round two。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看看杨飞这回合会不会改变一些自己的进攻策略啊？不给，漂亮，很好啊，做的啊。来，腿上怎么样？来，坚决一点，再坚决一点。对。在臂展上，埃加克的优势还是不小啊，180公分的臂展，比对手足足长出来了9公分。埃加克一拳之后直接下潜抱腰。刚才看到对手这个下位起身的能力较弱，所以决定率先摔对手。是的，第二回合上来先发制人啊，单膝跪地之后，对，要圈臂啊，把对手的腋下给抄起来，抄起来，然后再另外一只手再抄进对手的这个把位里边，是的，这样才有可能防住对手，把对手提起来。埃加克现在也是双手在身后搭扣，杨飞依然非常顽强地站了起来。对，又是去抱腿，然后另外一个手臂是去抓脚踝，提起来，对，跨撤出来，漂亮，出来漂亮。这个时候要把对手的头给抬压下去，压下去。手臂穿进来，好的，好，杨飞这边反压制，对，有拿断头的可能，很难啊，但是不好做啊，这个，太明显了，又还是要小心对手抱他的单腿，埃加克在这个抱单腿的上面啊，成功了好几次，没错，埃加克现在背靠龙网。可以选择慢慢的去起身，哎，这个顶膝小心不要顶到对手的头啊！可以撞身上，可以撞身上。对，顶膝往腿上和肋部都可以顶。杨飞可以把超对手膝盖的这个，这个手腕拉一下，对啊，往外拉一下。就是外拉，如果能让埃加克坐在擂台上。比现在这个状态要好很多，对，要小心啊，这个顶膝顶头的话是犯规的。是的，又被埃加克给撞回来了，两个人真的是在龙网边互相角力啊，这回合基本上没在擂台中心待多久啊，最后10秒钟，埃加克应该会选择持续去顶住杨飞了啊。这边杨飞，漂亮，抱住对手一条腿，对，能够把对手翻起来转起来。这一回合杨飞的防摔做得还不错啊。是的，特别防摔之后的起身，双方几乎Final round。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往一侧来绕，哎呀，埃加克果然啊，还是要抱，对，这个意图还是非常的明显。这边要把自己的手要穿进去，朝腋下，还是要小心这样，出来，哦，踢漂亮，上那边也没劲了啊，去给小踢，哎，再抱下前抱摔了，这个意图漂亮。这个意图比较明显啊，退出来的时候一个后摆，下面给他来一下啊，对，转身边拳被对手挡了一下，他现在摔不倒你了。杨飞，既然对手这么喜欢抱双腿，看看有没有上钩，来迎击，打迎击的可能，甚至袭击啊，是，所以自己就不要被对手
压的身后的位置太少啊，不要被对手前顶之后直接顶到龙网上。哎，又是这样，对，又是要往龙网上顶。对，埃加克一旦压上来啊，觉得身后的距离够，就会选择这样的进攻方式啊。其实也是简单粗暴型。哎，这边举起来了。好的，现在比赛第三回合时间刚刚过半。是的，哎，真有功夫啊！想办法起，给个锤击。现在抱在杨飞的两条腿上啊，实际上这个把位还是很紧的。是的，杨飞有点。无从下手啊，是要推头啊，对，就是你这样锤基本上没有用啊，肉厚啊，哎、出来，对，继续抱单腿往里去顶，我们看埃加克，全对手的一个全对手的搏劲，又是抱了双腿，对，抱双腿啦，可能会往外举起来，杨飞现在靠着龙网还有一些重心在，是的，哎，哎呦，埃加克都起来。漂亮，这一会儿了还能把杨飞这样举起来，埃加克这个绝对力量也是够惊人了。对，埃加克现在就是要顶住对手啊，就持续往上顶，就 OK， 没有别的策略。进去，手传过来了。我们来看，上来的身体三角，对，这个三角搭的挺死啊，这个把位拿的不错，埃加克这会儿可以给锤击了。不用着急，非要做裸脚啊！不用那么轴，给锤击。对，就打一打对手。如果这一分多钟能这样完全控制住，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利好。对，但是这个身体三角，接下来这段时间杨飞想要逃可是不容易啊。是啊。对，埃加克这腿围，这两个人腿围一个比一个粗。我们看这边杨飞现在想要转过来就很难受，是的，手一只手挂到了对脖子，对，要小心，赶快去控制一下对手的右臂，哎，要做一个干扰啊，对，现在这样的翻身就显得有点徒劳啊，哎呀，这个身体三角搭的真是对杨飞来说太不利了，还有二十多秒的时间，还是要去给锤击，又给一个好，彩龙网转出来，空间就更大了。阿加克这会儿打起来可能会更加顺手。好，这边最后差一点，第三回合的话，感觉还是阿加克表现得更出色。没错，如果前两回合一比一打平的话，那第三回合阿加克应该也拿下，凭借更出色的表现去拿下这场比赛哦。是的，尤其是最后啊，在拿背之后，两个腿一挂进来，埃加克非常聪明的选择第一时间搭了一个身体三角，这个身体三角算是牢牢的控制住了杨飞，就有点，就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被对手给钳制住了，所以对于杨飞来讲，可能第三回合的后半段的时间有点可惜。那此刻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这次2022赛季武林龙中队中国。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30-27，二号裁判员29-28，三号裁判员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从未冷却，传奇重新开启，重燃战火，扬帆起航。2022赛季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武林龙中队开战。河南卫视，文化中国。